今天将要在这里进行一个小型的拿弹幕，我看到当地的人们都是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银装素裹。哎，我们的吉祥物安达，他能看到我吗？变成这样的，对，这样好保存。这个方法好。他们这儿的小吃糕点很出名。啊，可以吗？因为它天气特别冷，所以它上面已经过了，我们看不太清。我们的茶点，列邦茶点，对，列邦是吧？列邦，列邦，千层酥吗？千什么？千层酥？千层酥？对，千层糕，千层糕，野果糕点，野果糕点，啊？他们说列邦，然后什么糕点？千层糕，千层饼，千层糕。这边看到了他们的布料特包是吧？布料特包的。小太阳。有品尝的。这是我们做的，都是野果糕点、茶点，还有果子。在这野果糕点吧，山顶的，山顶的。冰凉冰凉的，有一点酸，然后比较像山楂。今天再一次见到了这个刘浩呀，没有苦味，还是选择甜的吧。这个提拉米苏啊啊，你还要吃啊？啊啊，炸的奶皮是吧？哦，还有第一次听说，比赛开始。我们的玛雅姐姐在工作。来，我们那儿也能到零下三十几度，这就能到零下将近50吧，看一下。我发现这种地方也就20多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来，咱们进这儿。我们已经吃好早餐了，他们的特色糕点，然后现在呢，陆续的看到了本次活动邀请的一些大 V 作者，大家应该喜欢的大 V 作者，因为他们比较怕冷，所以都是裹着的，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见上呢。我也看到了玛雅姐姐，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直
循环播放他的歌的。鸿雁的歌唱家胡思乱老师，我今天还见到了半年之前认识的一位哥哥，就是这里的。只可惜我们离得太远了，第二次见面就是在今天，他在那边接受采访。十多年前，这里还是沙地景象。刚发射这个的火车，现在他们还在。也给你一次，能感觉到是。信号不好，保持。是的。是吗？对。一没有机会给大家拍这个鱼饼，然后下面呢？那。给你压榨的。啊。巴图克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对，这个老大特殊，可如果海南特殊是什么和一个兄弟我很猜不着。我们叫北土区，这个汉语呢，很多有种反应还不太这个恰当啊，又叫焖汤，是焖的，但是这个焖的程度是用这个，哎，这个应该是用冷水把肉切好了。再用把这个生面把它包好了，在蒸锅上蒸出来。对，嗯，那这个这种餐饮呢，是非常有点骨气的。啊，我现在揭开一些汤底，一层一层。秘密开一看，汉语叫什么？还叫什么？汉语还有一个名字是我起的，叫别打他。无学养气，冬天最适合。冬天，哎呀。你倒是吧，我跟他演。饼啊，然后他撕出来放在汤里面，其实就是面条。